哎，你们这一届的观众啊，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观众。我作为一个正经、帅气、纯洁的技术主播，你们竟然丝毫不崇拜我的技术，而是喜欢看萌新带我，呸，看我带萌新吃鸡。我不是萌新，我是大神。啊，你是大神，仓鼠大神。我说啊，就你这帕金森枪法，那个新出的冷兵器战的模式太适合你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不能用枪啊，地图上只有大砍刀、平底锅什么的，你无敌了，仓鼠王。哦，是吗？那咱们去试试吧，飞哥。不了不了，我玩狙击精英模式还行，冷兵器就算了，打泰拳还是你厉害一点。不过，如果你是真的想变厉害，我也不能藏着。看来我要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。啊？你还真有啊？真的假的？我啥时候骗过你？我最近正在做一个萌新专用的导航，全智能，倍儿棒。有了我这个导航，你再也不用怕吃不到鸡了。就算是像仓鼠王你这么厉害的，都不怕。啊？你这是在夸我吗？哎，那你的导航里都有什么呢？哼，说出来怕吓到你。我的导航才完成了一步，功能还不太全面，正好我现在可以采访一下这类急需导航的人群，加以改进嘛。我觉得吃鸡导航吧，就好像现实里车的导航一样，可以语音提醒我该干嘛干嘛，而且声音还特别好听，最好是萌妹子的声音，玩的时候就像有女朋友在我身边一样。语音导航是吧？没问题，那具体的功能呢？我想想啊，我也想不出来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现在假装我是导航，你假装是玩家，我们现场模拟一下。那来吧，来吧。尊敬的玩家蓝战飞，你的 SW 哦不，你的 S 方向左右前边那片小树林里边第二棵粗的树下面可能有一名敌人。我他妈哪知道哪棵树是第二粗啊？下面有两种方案供你选择：一，开启麦克风对他大喊你不要躲了，你已经被我发现了，引他出来；二，赶紧掉头跑走为上计。我跑还不行吗？尊敬的玩家来战飞，由于你的队友仓鼠王是我们的游戏的终极钻石 VIP， 所以你只要接下来十秒钟内大喊三遍仓鼠王太帅了，就能获得一把空投 M24。 倒计时开始，10 9，仓鼠王傻逼，仓鼠王傻逼，仓鼠王傻逼。咋不按套路出牌的？尊敬的玩家蓝胖子，我咋就变成胖子了？啊，对不起，说顺口了。尊敬的玩家蓝战飞，请您对我目前的服务做出评价。满意请向天打出5枪，不满意请掏雷自杀。我可以选择退货吗？啊，如果想要退货，可以向仓鼠王的微信转账500元，就可以退货成功。我操你妈了个逼！注意，前方即将有空投。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在哪里？在哪里见过你？啊，在梦里。前方，方，方，方。前方咋了？方，方，方，方。你是卡了还是咋地？服务器错误，请升级固件并按压导航脑瓜子的盖子重启系统。导航已恢复，导航已恢复。前方是 C 字楼，注意左方有老阴逼，自动寻路躲避模式启动，直走，对，直走，注意前方，继续直走，哎，直走。兄弟，你是没电了呢？那小张，你装啥志玲姐姐啊？附近疑似出现敌人，请切换到副驾驶座位，请将头伸出窗外观察敌情。在哪？什么方向？请回头。尊敬的玩家蓝战飞，我检测到你的右手明显比左手粗壮，请问你是怎么？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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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！我知道了，导航结束，导航结束。那说下去直播间的要被封了。本次导航结束，
仓鼠这一次指挥蓝战飞走出机场，不仅仅是绝地求生全军出击玩家值得庆祝的一件事，更是世界人民值得庆祝的一件大喜事。从根本上完成了从娱乐主播到技术型主播的转型，中国的绝地求生全军出击史上开创了一片崭新的篇章，同时也再次验证了主播强大的个人实力、对战细节、身法技巧以及大局观。对质疑蓝战飞实力以及觉得蓝战飞是弱者的那些人，脸上打下了一记沉痛的耳光。我现在就炸了你，飞哥，饶命啊！